醒了。嗯。这什么鸟啊？你看看。好。这个叫天堂鸟，这种鸟啊，一生追求自由和幸福，它们遇到喜欢的同类还会跳舞。这儿的原住民用它们的羽毛做成装饰品。19世纪开始风靡欧洲，因为过度捕杀，它们现在也变成稀有鸟类了。非洲狮为伴，天堂鸟为邻，爱好自由，享受浪漫，追求梦想。你是处女座吧？你才是处女座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真是处女座。